我是刚刚那时候等了一百四年是二月。三十号计算计算九点四十分。这边是二七八次。张和发这件好线。哎呀，花莲的不用马自强啊，前有2000型的不用马自强，在就算是你，拜拜。2016那天，2015不用马自强，来这样的。讲重要是天2018，讲天2017，普悠玛讲278次，在七堵站十里哦。张文发这叫画一千个花脸的普悠玛这样，在彰化站四里了，以及1949海燕港超重的 PPT 啊。老公呀，这还3000要进来耶，哇，还不错哎，哇，然后这是2015 A 次，回送南港的908区间快，回送列车，回送列车的，哇，那边有一台3000呢，好赞哦，哎，真的很赞，哇。今天应该会有3000进来，哎，3000会跑新走，我很难抓啊。哦，今天还好，如果没有说很冷的话，我可以撑得住，对吧？那3000不知道干嘛。好了，就这样了，9:42，七堵站12月30号拍摄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